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伙，这位小伙曾经在俄罗斯大使馆做过厨师，哎呦，我想这手艺肯定不一般哈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全程热烈。请关张中的一门下土柔肠，大肚爷们儿接到了个墙，甭管都是火海都敢为你闯，要是喜欢我你就骂着痛快的全身的练舞开火山的女孩，东北爷们儿就是棒。大家好，我名字叫做刘胜新，来自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的，今年28，我的爱情宣言是刘能无所不能，漂亮的姑娘绝不可能。不是，这里边是什么逻辑？我们得捋一捋。首先，刘能是怎么回事？我因为无所不能，所以叫刘能。为啥漂亮姑娘就不可能？因为太漂亮了，我长得太难看了。漂亮姑娘跟我不配呗，可以说。那万一就有一个漂亮姑娘死乞白赖就看上你？就喜欢你，那也不可能的。那你今天来的目的不是奔漂亮的使劲吗？我是奔丑的。不是那意思，就是意思不找那么太妖艳的，就不会用词儿。我不知道场上16个姑娘此时此刻的心情。那我知道谁了啊？11号。那个黑眼你说啥？1号不是1号，就是大圆圆，就他俩，场上就他俩最丑。不是，咋唠嗑啊？来1号大新，咋唠嗑啊？你说丑黑金溜光的，没说你都行了。我寻思是奔大圆圆来的啊？不是说那个一白遮百丑，我白一黑毁所有，所以说黑眼你就别说话了。我好看，我是黑中带着好看，我就是有点黑，我就是白的不太明显，但我好看。其实这就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说到丑，三个人非常积极主动的来出来在讲这个事情呢？说明触及到他们内心的担忧了。没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别人不说呢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仨人这么积极主动，来，你先别说丑的了，看一下16个姑娘，你既然不想选长得漂亮的，那咱也不能说选长得最丑的，是不是？反正就按照你的标准。看看你选的意中人是谁啊？好看好了，杨姐。好了，我看看经过他的筛选。这是你在场上看到的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一个吗？对，这是最丑的，我最得意的。完这个词儿，你们说一天就完了，换个词儿说呀。咱接下来不能跟人家姑娘说，因为你长得最丑，我就喜欢你，不能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你换一种，对，换一种表达方式。你再看这灭的灯的情况啊，灭灯的都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漂亮，不符合他的标准的是吗？是啊，你跟大家说一下，你真就是想找丑的吗？这个丑真的是人长得贼磕碜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啊。我一定得让他说一说呀，要不然大家就是更丑的找，你说这个咋整？是怀疑这个美丑的标准不一样，咱们做个测试吧。啊，刘能啊，你觉得那主持人燕子是俊是丑？这个怎么说呢？你瞅瞅我，你咋连瞅我都不瞅啊？不是，这个怎么说呢？我也啊，没事，你说。在我眼里，我就是说丑。你的标准，身高啊，说话语气啊，燕子，这么多年了，不知道你丑成这样。我的丑就是美丽的意思。那你想找的这个对象的模样呢？
这个不需要说了，说多了怕露出马脚啊，看第二段片就知道了。妈啊，能不对，行，来咱啊，来一号大新，在看短片之前我们投票呗，你这泄露了就没啥意思了，投投谁最丑的行不行啊？都不用投了，投那玩意都没有意义，100%是你，你还非得确定一下子。是啊，我就相信再多的姐妹们眼睛雪亮的，咱投一下子，你输空口无凭，投票。那你咋投啊？你们咋投票啊？这不有咱们红翔总业的苞米吗？这金灿灿的啊，这认为谁丑，把苞米都递到谁跟前，行不行？这咱堆成山来。小伙，你觉得这办法科学不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。可以啊，来，走下来，来来来啊！我看有两个苞米垛挺丰收啊。六个，哥，我先问问大新呐，你张罗的，你张罗完了之后，现在你没想到你自己还得了这么多岁苞米，你说一下获奖感言。我寻思这最丑的评出来，我得有个价值，当代言人啥行不行？就给这个红翔总业代个言得了，代言人还能火啥的？就是听着啊，红翔总业。一磅产十磅，磅磅粒儿增量，要想产量高就把红翔捞。啊，这上哪儿整的这个词儿啊？妈，我可真佩服你，太有才了。大家评的是一号和十五号，你觉得他俩咋样？嗯，漂不漂亮？我觉得他俩还不够。啊，还不够？还不够。我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谢谢，回去一会儿拿碎苞米走回家种啊，不要钱。我理解小伙喜欢的丑，有一点像我们经常就老话讲，丑妻近地家中宝。嗯，那是必须的。是吗？对对对。老话这个丑妻其实不是长得磕碜，对，是心里美。对。是吗？对对对。啊，就是你看，这不就是刚才我说我吗？心里美啊，对不对？找到支撑了、啊、是吧？对对，要不然我这怎么凑合上嘛啊！我们掌声送给今天最丑的，今天内心最美的一个姑娘啊！就我觉得这小伙子心里有啊，就是说不出来呀、啊。就是你们觉得丑，我不一定觉得丑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小圆圆在你心里是？她一个女孩子太坚强了啊、一个人打两份工，然后一个男人打两份工都很劳累、但是她一个女孩子打两份工，我这假如说当男人的心里很过意不去，因为我也想早日成个家，所以这奔她来了。哦，哎呀，真是啊，就是看到她这个短片觉得打两份工的时候，就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心疼吗？对对对啊，特别八月五号那期更让我气恼。假如说一个女孩子为你站出来了，你不管喜欢不喜欢啊，假如说你说一个女孩为你溜灯，哎，你都说出这话觉得非常悲痛。段子也说话也行啊，说得太直接了有点，你觉得伤了小圆圆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呦，你看看，还为小圆圆鸣不平啊！来，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五号小圆圆，有请。小圆圆站在你对面了，丑吗？丑。每一期都关注过他，就每一期都不知道名叫啥。对，我的丑就是心目中最美的。对，我的丑就是心目中最美的。那一个女孩子打男工，我这他说当男人的心里很过意不去。他说张芒结婚，弟弟张芒要那个压炕吧，我也想赶快结婚，因为也自己
过得也挺累，假如说他也需要一个肩膀，当男人应该承担起来，不能让他太累了。总之我还问他，他说不行你别这么累了，不行那别人万一溜达你呢，我不溜达我也不要，就相中他了。那我还为他准备了一个礼物，我自己去医院。看看准备的是什么礼物。我要给你给咱们兄弟准备了个床单被罩，必须给咱们俩压炕用。准备的这是什么？床单。床单。被罩什么的。被罩啊。啊，你是要打开是吗？啊，来啊。太阳出来，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。哟，咋还挺喜庆的啊，大红床单啊，为啥准备这个礼物呢？因为弟弟正忙压炕嘛，我买了这回给他拿回去，让给弟弟压炕，我去取他去。等同于这个其实是给小圆圆弟弟准备的一件礼物。对对对，就是我跟你姐结婚的时候拿这个给我们压炕。对。哎呀，他可伤心了，别人谁都没想着。我觉得很实用啊啊。该想的全想到了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这个是要送给那个小圆圆的，是吧？啊，对对。来来来，小圆圆，我先问问你现在的这种感受。就是能有人喜欢吧，我觉得能有人这么了解你，我真的挺感动的。对，就是就像以前我也说过，其实这并不是说真的有多累啊，就是觉得。心比较累吧，他们有不理解啊，小姑娘那个在酒吧上班怎么怎么样的，我觉得懂你的人你不用说他都懂，不懂你的人就是你说再多也没有用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没缘对面不相识，所以我来到这里牵你，让给弟弟家看，我去娶她去，但我想给她最温暖的一个家。了解你。